忙一下，忙一下，忙一下。啊！还是不会再开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正哎、欸。等等，我会先游戏，是，我会玩游戏。然后呢，今天玩游戏的方式跟之前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会把那个镜头，就是照在我的。照我？对啦，照我啦。就是我会照、照我的手。没有，我讲真的，他那个人马看起来玩得很烂，没错啦。但我讲真的，他今天这件事情做错一件事情，他那个照，他照手完全做错了。他今天就是照键盘加奶，我们就原谅他，真的。他那个就是完全的不懂得怎么处理他的公关危机，谁在乎？他之前那个代打打得怎么样，再烂谁在乎？谁在看你游戏？没有人在看你游戏。我跟你讲。但去你那一台看你玩游戏，根本是心理变态。你那个视讯镜头，你就不要照手，你就是这样子往这边照，然后照你的键盘，再照你这边，我们就不会对你怎么样了，真的。